怕逃走，去很远的地方看风景吗？啊，原来是画了三只熊熊的地方。所以你是前卫派水彩画家吗？表现主义中的印象派。我跟你去吧，我超爱表现的，保证让你印象深刻。快！你们看，我人这么机灵，还准备了徽章。我超级有弹性的呀，那个我会，我做过了。我举重可以举超高，而且我从来都不会累。有一次，我绕了全世界一圈，完全没有休息。这哪比得上我啊？呜呼呜呼呜呼，厉害吧？有东西跑到我的鞋子里了，好痛啊！真不知道这些石头怎么跑进去的。风格，你有看过古埃及有名的金字塔吗？那是我设计的。哈，这也是我设计的。曾经看过罗浮宫的丽莎蒙娜吗？我就是那个模特儿。哈，哦，真好笑，哈哈哈哈哈！如果你当模特儿，你的画像一定会是正方形的，没错，黑色正方形。而我，对艺术家来说呢，就是无止境的灵感泉源。不想这样啊，可是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超厉害的厨师，我知道怎么用炉子烤蛋糕哦，泡满了棉花糖，还有好吃的蘑菇。Yeah.
曾经扑灭过更大的森林大火哟。怎么啦？你怕被小熊骂吗？我不怕小熊，一点都不怕，是他才要怕我，因为我对他很严格。他在我面前绝对不敢捣蛋。不乖，去去罚站。不乖，去，不准吃零食。不乖，去去去。小熊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会乖乖的。你知道吗？说话真的好难哦。我们还是别再乱吹牛了。我们应该多多利用想象力才对。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有一次我骑着炮弹飞上月球哦。出发去哪？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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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真是太棒了！我们要出发了吗？我的行李，我的行李，忘了带我的行李了。
们出发吧。哦，等等，我们还没有说再见，我们还没说再见。你呢？快去说再见呀！等等，要好好说再见。不错吧？小宝贝，小宝贝，你要吃这个吗？吃了那么多，有没有长大呢？那我们现在来确定一下。小熊，我们来帮猪猪量身高。小熊，小熊，小熊，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小熊。我要帮猪猪量身高。长高了耶，长高了耶，长高了耶，长高了耶。小熊。哦喂。
我还没有粮。我都没有长高吗？熊熊搭上房间好了。
去吧，不要再弄掉了。哼哼，像电影记忆里的那片光，没事，我只是突然想帮忙打扫而已。一遍又一遍播放，重新开始吧。我多想把你捧在手心上，看着你大笑，我多想把你的手放在我胸膛，就这样，我们就这样。知道吗？我好像长大了，也有长高一点哦。真的长高了吗？嗯哼，嗯，好了，明天去接你。嗯，就是这样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家喽。好啦好啦，我会留下来睡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就这样变成电影里的光，会想起你的笑，烦恼也不见了。我多想把你捧在手心上，看着你大哭又大笑。我多想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就像这样，就这样看你。之后见了。熊熊，我好想出去散步哦。熊熊。
熊，我好无聊哦。不要。小熊，我真的好无聊。那你开卡通给我看。熊熊，电视里面也在下雪。熊熊，快点来拍电影啊！剧本，一定要有剧本吗？没有别的方法吗？好吧，那我们要写什么剧本？谁会去看啊？不，我们不要这么无聊的剧本，要这种的。这就是我要的电影。我在哪里？什么嘛？我应该是主角。不，我不要这个。胆小鬼，
调查一下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